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Bob Channel， 我是 Kevin， 今天来介绍的是这一颗 Shure Audio Ultra Wave。好，上次才说终于把 Shure Audio 拍完了，结果过几天就收到了这一颗 Ultra Wave， 看到上面有颗转钮写 Drive， 这应该就是颗破音效果器，功能应该很单纯吧？错，根本就没有这回事，就跟他们家其他颗效果器一样，虽然本体只有简单的几个转钮，但当你接上电脑，打开 Neural Desktop。显示出来的画面就是另一个次元式了。Ultra Wave 是一颗 Multi-Band Processor， 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它会把我们受进去的讯号依照频率分割成一至十个区块，然后可以对每一个频率区块做个别处理。为了让大家可以更清楚的知道我在说什么，现在来看看 Neural Desktop 里的画面吧。直接就先来看这个画面，像 EQ 效果器的栏位，这边就可以看到它是如何将频率划分成不同的 Band。第一个 band 是0到 98Hz， 第二个 band 是98到 138Hz， 然后逐个往上继续的切割。如果想要改变切割模式的话，可以点开这个下拉选单，像选这个2 band 150Hz 的话，切割的模式就变成只会把频率分离成两个 band， 然后切割的点就会是在 150Hz。接下来先回到原本的设定，在这里可以选择不同的破音类型。选好破音种类后，旁边这边有几个预设的曲线可以选，但也可以自己去拉想要的设定。左边这里可以个别调整不同 band 的破音程度，右边这边可以个别调整不同 band 的音量。如果这还不够你玩的话，它还可以让你做 morph 的设定。除了破音以外，其他还有像是最上面的 compressor 的功能，以及下面这些 tremolo、LFO、EQ、noise gate， 甚至可以自定义本体上四颗转钮的功能。要仔细讲解完所有的功能，真的需要花上不短的时间。所以呢，我就不剥夺大家探索游玩的乐趣啦。接下来直接来听听看几个音色吧。老话一句， Shure Audio 真的颠覆了我对单颗效果器的印象。如果你对这一颗 Ultra Wave 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跟台湾代理商海国乐器询问，看看家里附近有没有哪里可以试玩以及购买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的话，也请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这里是 Bob Channel， 我是 Kevin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